安娜姐姐，游击队在和我们讲遗迹。这局可不能再像上局那样落地成盒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别急，我看看能不能掉上面去。差一点点，我再试下，还是掉下去了。好吧，还是老老实实在下面蹲点吧。安娜姐姐，那队人在下面，不用慌，只要没人在下面启动遗迹，他们在上面也没有物资。我看看。 我们前面有小房子，小东你过去捡武器，我在这里守着，不让他们启动遗迹。你捡到枪就赶紧回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刚刚有什么？有两把枪，太好射！赶紧回来，我看看。不好，敌人跳下来了。小东赶紧的，到嘴的鸭子要飞了。好，我回下射。安娜姐姐坚持住，直接撞墙快速停证，掏出斯卡哒哒哒哒哒，搞定扔。快给我枪，又有敌人下来了。好，子弹呢？给你。这些人没有枪，这一下你们要完了，直接带走。好了，现在没人和我抢遗迹了，赶紧激活。 可以了，小东，你在下面守着，我上去捡物资。都是南非，好吧，那你也上来补给一波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安娜姐姐，我们可以再等你钓鱼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可能还会有人来。我们两个配合，肯定能钓到鱼。好，那我就蹲在这里，小东你看好下面。好，我刚刚。真的有人跪下去，敌人好像要上来呢，看这样子肯定是真人。那太好了，小东你不要打他，让我来，我要被击倒了，你就打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敌人过来了，准备直接打，搞定。小老弟估计都被吓到了吧。 那么这么阴，那我操！你太阴了吧你？为什么这么阴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，那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们是安娜和小东。这敌人不想听我们说，掉下去摔死也不给我淘汰。那好吧，估计这里也没啥人了，反正都掉到鱼了。小东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点别的节目玩玩。好。 安娜姐姐，你看天上，我看到了那个光束对着地面，是有空投的。我们去抢空投。好，小东看到空投没有？没有啊，我没看到。真奇怪，是我们来晚了吗？不管了，我们先在这里蹲点一波。这里居然有三个人，他们还没发现我。小东，听我口令，我们一起打趴在地上的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很好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开打！ 我只打掉一个，直接补，不掉刃。还剩下两个，就不要和我抢了，留给我。好，好了，还剩下最后一个人，马上就能吃鸡。哦，这也行，最后一个人被毒死了，连老天都在帮我们，想不吃鸡都难啊。